各位，我的行业是什么？幼稚园老师。对，我是一个幼稚园老师。今天主讲的主题竟然是你也可以成为太阳能包租公。那各位觉得幼稚园老师怎么做到这个行业？因为我们都是幼稚园。对对，我就把你们全部当成幼稚园小朋友。我在学公众演说的那堂课啊，我体悟到最深的就是，我只要把你们当成三岁、四岁、五岁，因为我讲的就叫做什么真理，对不对？老师讲的是不是真理，对不对？然后老师讲的都要听嘛。所以我在过去学公众演说过程当中，我真的就是把各位小朋友当成小朋友，这样我就可以讲得很好了。接下来十分钟哈，非常精彩哦，有大概30张投影片，来看一下我的投影片，通常都会放美女，待会会中间间隔一些美女，让各位避免睡着这样子。对，好，我做这行业7年了，然后进入这个产业是因为我娶了一个老婆，生了2个小孩，然后呢，我的太太的哥哥啊，生小孩没跟着没关系的，我太太的哥哥是工研院绿能研究所的博士嘛，所以我知道他做什么行业之后，我就想了解更多。今天讲重点是什么呢？前几天一定看到很恐怖的新闻，就是空气污染，对不对？对。空气污染有没有跟贵有相关联？有。肺腺癌不是只有这个炒菜的，或者是这个吸二手烟了哈。肺腺癌跟各位相处的大环境是有正相关的哦。那你觉得你能够避免，就让自己离开这个空气恶劣的环境吗？跨年跟元旦，境外污染脏空气来袭，很多好朋友他会在自己家里这个准备空气清净机，家里有空气清净机的可以举个手吗？那你觉得未来3年你会买空气清净机的请举个手？那如果遇到空气污染请放下，遇到空气污染这个新闻来的时候你会戴口罩请举手？啊，这没戴口罩啊，各位以后一定要关注我的脸书，因为我脸书会公布空气污染当天的数值啊，那各位吸进去通通会累积在你的肺部，这是工业的空气污染。那各位会经历的是汽车的空气污染，还有这个煤炭烧煤炭发电的空气污染。来看一下这个投影片啊，这个山很清楚，对不对？竹北往中央山脉看过去就是这个五指山啊，你可以看到它的山形。可是当空气污染来临的时候，这个你就看不到山的形状了。它的 PM2.5 分别是16，还算可以。47以上基本上就是稍微有点轻度的污染。那前几天甚至高达130、150。那如果各位去北京啊、上海啊，那应该是300以上，就是看不到自己手指啊，这云深不知处嘛。看不到手指夸张了，那你看不到大概几十公尺以外你就看不到了。都会影响到能见度，对不对？这就是空气污染，能见度降很多。那这是空气污染指标。各位小朋友，学校的老师都会在学校挂那个空气污染的旗帜，绿色的旗、黄色的旗跟红色的旗。那各位如果到学校看到绿色旗啊，就当天可以很热情的在操场跑跳。但如果遇到了黄旗跟红旗啊，就尽量建议小朋友不要出去哦，待在教室里面。那教室里面因为大家会一起把教室里面的脏空气吸干净。因为我们各一人分担一立方公尺的空气嘛。所以大家吸干净之后，就只要门窗紧闭，就外来污染就不会进来了。但是这只是治标的诶。为什么我说是治标的？因为难道你不用出去吗？你只能一整天都在教室里吗？不可能的。那什么时候比较严重呢？10月到隔年的3月。现在是几月？1月2号，对不对？还有2个月要忍受啊。所以北部的时候我们空气污染比较严重。那中南部很严重，尤其是这个彰化以南台中以南啊，台中有个全世界最大的火力发电厂，它竟然也是全世界最大的空气污染制造企业。各位不晓得这件事情的，那知道这件事情的人其实也不多，因为政府不会跟你说我们有许多个世界第一，包含捷安特做雨伞我们都世界第一，做半导体晶片我们世界第一，做太阳能发电我们世界第一，可是我们连空气污染我们也世界第一啊，太厉害了，但反讽我们身处的环境啊。那为什么要发展绿能科技呢？像太阳能发电，我
我以前讲太阳能发电通常讲跟钱有关，拿多少钱赚多少钱，拿多少钱赚多少钱。但是我现在讲的是空气污染其实是跟我们环境跟太阳能发电是正相关的。用太阳能发电增加去减少煤炭发电，我的宗旨就是这样子，让太阳能发电的量增加，减少煤炭增加。我没办法阻止核电、核一、核二、核三、核四，可是我可以让我自己从我自己开始装太阳能板。太阳能板是台湾名产，这个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啊，真的是台湾名产啊，因为全世界有 20% 都是台湾生产的。我目前有95个点击次数啊，是把证据拿出来，昨天晚上看到的，这是我所有的影片，我用影片去销售太阳能发电，去让所有人知道太阳能发电这件事情。我做了很多的这个分享跟简报，带很多人去参观工研院啊。詹祥清先生他带我进 BNI 的关键人物啊，我没有去桃园参加，我不会来到新竹。日本百货公司就买得到太阳能板啊，美女来了会提振一下精神。在台东啊，我们去装一套给他们部落来使用啊，这是在我们新寮街，对，要贴上去的，有没有比较提振精神？新寮街，这是我们竹北在安心国小楼上，安心国小楼上啊，那这是在桃园附近的一个民宅。一直要贴上去，连续四个美女笑声都来了。这个是云林，哎，这样装起来很漂亮，哦，很漂亮的，真的很好看。啊，这是从下面往上看，就是我们屋顶往上看我们结构的部分。啊，这是台高雄的一个朋友，这是台新竹的，我弟弟的货柜屋上面也装哦，自己发电自己用。所以我们卡车上面其实也装了，带全台湾跑，随时有电可以用。这铁皮屋上面的模式。日出日落，周而复始，源源不绝，对，财源滚滚，连绵不绝啊！嗯，这个是我感谢我们顾老师啊，帮我们做的贴图，哎，这个让我照亮你吧，啊，这真的写 BNI 哎，哇，这很棒，这个就是我要应用在 Amber 帮我做的网站上面，就是太阳能包租公 ，Amber 帮我做一个网站，上面就告诉我们全世界好朋友，只要能上网就可以买属于你自己的太阳能板，因为。以前是有透天有屋顶才能装，对不对？有墙壁可以刷油漆嘛，对不对？有屋顶可以装太阳能板。可是有没有很多人是住大楼住公寓，屋顶不是只有他的，但你可以选择这种单片单片的购买属于你自己太阳能板。那你应该买多少板子呢？一个人一年用电量大概是1300度，大概四片太阳能板就可以满足。所以你要从现在开始买属于你自己太阳能板，希望今年能够达到3880个人啊，买到他自己的太阳能板。那今天我的简报就到这边结束。那开放一个问题。订购单怎么写？对，这不是订购，不是给各位买的哦。今天这叫教育训练，训练我们40位我们会员哈，出去把这么棒的东西带给你的这个客人。跟他说，哎，你也应该买下属于你自己的那一片太阳能板啊。今天这个是教育训练，因为我有40个。啊，专业的业务员，就3000万呢。对，我以前真的卖3000万的。啊，那这个订购单呢，是让各位好朋友可以连同我的名片递给你的客人，递给你的朋友，告诉他们，你也有义务去为你的空气污染、为你的环境尽一份心力。那今天这个分享呢，10分钟真的很短，因为我的简报时间剩下最后40秒。那今天我们用这个。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我入会已经7个月了呢，终于有这么一次的机会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讲，所以带着兴奋又急切的心情啊，把我自己知道的太阳能相关的跟大家分享，请各位帮我引荐家里有屋顶的好朋友，谢谢。